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皮诺康利 2.2 版本的一个合集攻略带解说的版本。星穹铁道2月2日版本新增任务钟表把戏，余则总按两遍零皮诺康利星穹铁道 2.2。好，然后我们自动接取到向加拉赫了解现状，我们直接与加拉赫对话。对我们这边，不用住。好，过完对话与这一段过场动画之后，我们视角向西方向地图左边下坡，下坡之后向北方向行进，前方有楼梯上坡。好，然后呢，左右两边都可以上坡啊。那我这边呢，就从左边西方向上坡了，继续北方向上坡。往前面走，前面继续上坡，直接嘛，哎呦，好是盼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到了这个波铁屋的视角，到波铁屋的视角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向地图的北方向行进，上坡之后向东方向地图右边，与前面的大冰娜边心公主对话。视角向西偏北地图的左上方，与前面的另外一个人对话，一个安保负责人柯蒂与他对话。你好，我是酒店的交给江湖智慧。对完话之后，我们接取到了一个任务，施展江湖智慧啊。我们向地图的东方向偏北一点点啊，这个但右偏上行进，往这边走，跟着任务指引就可以了。与前面的这个丹尼斯啊，大堂经理对话。你是这儿的大，谢谢你好好酒吧。遇完话之后呢，我们视角向南方向，在这个贵宾室的酒水位落座若达女安德森陶隐斯对话。两位烟雾的完对话之后呢，我们视角向东偏南方向，请你们宾客提供帮助，我去看看吧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跟着这个任务指引向东偏南方向走就可以了。与前面的这个人对话，这个鸟小姐。好，继续向西南方向行。好，过完对话后继续向西南方向行进。跟前面这个老人安静的宾客对话。这片梦境。好，过完对话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向地图的南方向行进。呀，跟前面的这个人对话，就另一位知更鸟是谁呀？看来梦主马上就过完对话后，向西南方向行进，上坡。过发这一段对话，这里正合时。好，那么过完对话之后呢，我们跌取的任务奔腾年代来到了开路的视角，其在我们视角向北方向下坡行进，往前面走就可以了。跟着这个任务指引走，这地方真实任务，这就对了。一片海选灰场，正是那可能性时的啊。那么过完对话之后呢，我们视角向北方向往前面行进，前往第一道关跳。欢迎来到优待演技派挑战，现在开始了。好，选择想要挑战的关卡，开启挑战场地选取。海选特快，选择前往的挑战场地啊。那这边呢，大家跟我选择这个左下方的像个烟囱一样的这个，点一下发车。一帮大舞台，就棒急就来啊，就来到
欸，回来之后视角向北方向与前面的引导员对话。DM 走，二位选手，现在由我阿芳上坡。上完坡之后，来到前面与这个人对话。哦，怎么能表达你对匹诺康尼的失望？我们选择第三个。个。但此时，太棒了！接下来，希望这样的考。好，过完这一段对话之后呢，我们视角向东北方向，来上坡。上坡过之后呢，与前面的这个人对话，怎样逗笑他？选择第四个。啊，这，好的，木不输，那你选择第三个。太棒，好，过完这一段对话之后，视角向西北方向转，上坡。来，第三道演技派的考验。好，对严苛评委使用重要把戏，这里我们往前面走。安抚你们的表演，跟他对话。好，开启重要把戏，我们把他从镇静给他调到欢欣，也就是下面这个三个调的第三个，开始调教。你只要北方向往前面走，与前面的这个人对话。恭喜两位选手，剩下的时间是红发选，你们会知道的。你们可以选择枪火，现在开始。这一次呢，大家跟我一样选择上面这个蓝蓝的东西就可以了。发车，时间的试炼。亲爱的朋友，据说中华如同领航员奥利选手，时间的试炼。好，共完对话后，视角向北方向往前面行进。啊，继续往前面走就可以了。这是个废案吗？我们靠近这个啊，靠近这个雕像之后，与他调查对话就可以。好，现在我们视角向东方向，往前面的这个布有红毯的里边，往这里面进。好，然后视角北方向下坡，再往东方向下坡。啊，下坡过来之后呢，视角向南方向，前面是第一个齿轮。我们调查一定就是迷踪内心缺失的元件。调查到这一个之后呢，我们视角向东方向，来，前面是这个鸟啊，是这个改路的鸟，我们启动已经筑梦谣言。可是要怎样才能过去？这里也有筑梦师们留下的筑梦谣言，时间紧迫，有需要就直接用吧。好，举动完之后呢，我们视角向南方向啊，通过这个红毯的楼梯下去到下一层，到下一层，啊，好，到下一层之后呢，我们操作筑梦模块，好，选择移动模块，移动一次之后，视角向东方向，上这个平台，然后迅速下坡，好。掉完坡之后呢，我们操作筑梦模块，颠给它移过去。好，然后操作完筑梦模块后，视角一北方向往前面的这个筑梦遥远这里，我们把这个鸟拿回收回来。好，回收回来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视角东方向啊，这应该是东南方向啊，与前面的这个鸟再给他对话。好，与他对完话之后呢，我们视角南方向啊，往下面走，往下面走，
好啊，不用管这个鸟，往下面走。好，往下面走，操作筑梦模块，旋转模块，旋转一次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下坡，下坡过之后呢，我们直接跟着这个红地毯走，哎，跟着这个红地毯一路往这边走就可以了。好，到前面又有这个筑梦模块之后，点击操作旋转一次。好，旋转过之后，我们继续沿着这个红毯啊往这边走就可以了。走到头之后呢，我们回收一下这个筑梦谣言，回收这个鸟啊。好，便在我们日角东方向能上坡，我们快速上坡，注意不要被怪打到啊，不要被怪打到。好，上完坡之后呢，我们日角南方向，然后再往这边走下坡，不要被这个怪打到。好，然后面前北方向就是这个调查获得物品第三。好，然后视角西北方向前面有这个拼图，我们点 GF。 首先红声道下第五行前面这个放在右边，这个我们给它拿过来放在红声道下第二行最左边。好，第二行最左边放完之后，我们再拿一块第三行右边这个放在第三行的最左边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拿最后一行的左边放在第一行的最左边，最左边啊，口误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拿这个，再拿这个第四行的右边这个放在这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拿第三行左边这个放在刚才放的那一块旁边，找对准一下啊，哎。哦，旁边的上边啊，旁边的上边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继续第一行第一块放在第一行中间。第一行第二块放在第一行第四个。好，然后放完这么多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就是找图形了啊，第六行右边这个放在你刚才放这一块的旁边。好，然后现在第五行中间这个放在你刚才第二行放的那个的下面。好，便在第二行第一个放在第二行能放的第三个位置。哎，别慌了，我就没对上啊，对上了，旋转几圈啊，然后最后一个直接放上来就可以了啊。这个解谜比较难啊，这个解谜比较难，你跟着我细心做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下坡，哎，下坡过之后呢，视角向西方向转啊，那前面是这个怪啊，那我们把这个怪给它清一下就可以了。你获得讲一刀那些碎片，就可以拿到这个这最后一派碎片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打开地图，打开地图，往左边拖一下地图，来到一开始咱们进入时间的试炼的这个传送锚点。好，往北方向上坡，哎，与前面的这个巨大迷踪对话就可以了。我们调查啊，雕塑这三个道具啊，费用了。好，一开始我们先把右上角的这个黄块给它挪过去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内心十分混乱。五，哦不。好，枪枪成功了。然后是第三个齿轮，第三个齿轮这里呢，我们旋转一次红的，再旋转一次红的，把这个黄的拿下来。好，然后把这个蓝的旋转上去，把这个黄的往下拖一格就可以了，就是左边的黄的往下拖一格，把蓝的旋转成横的，把红的转到离那个位置近的区域就可以了。咦，嘿嘿嘿，全记不全都搞定了，势力在握。好，那么完成这一段对话之后，我们视角北方向前往第三道路口。这个任务是真的很长啊，奔腾年代是任务打真的蛮长啊。